嗨，我是陈静，今天混个泥巴，在夏天来临之前。完了，已经有点化了。算了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我妈妈如果看到，一定会问我为什么要跪在地上。我当然会回答，我想录一个特别好看、特别解压的视频。你们讲实话，不丑的，对不对？这个网格着实有点重。还好，反面脸面还在。那个，你们还有兴趣猜颜色吗？颜色就是这么个颜色，花花也没得，给它来点珠光粉。我就不信今天扯不出网格花，你们等等我，我可以的。想着网格花拉不好，要不试试全齐。捏起来还行哈，但是我发现起不了几下手就抓不住它，关键我腿还麻了。今日份漂亮拉花足，起泡计划足，拜拜。